今朝咧，我嚟到呢度咧，係目的咧係去視察下我哋緊急交通事故協調中心嘅運作，從而咧係去睇下我哋今日開通咗將南隧道同埋跨灣連接路，以及將軍澳隧道免費開通咧嘅正常運作係咪符合我哋嘅預期？咁我都好開心咧，睇到咧市民咧係已經好積極咁使用咗我哋嘅跨灣連接路啦。咁喺跨灣連接路嘅行人徑啊，以及單車徑咧，都已經好多市民咧係已經用緊運作嘅情況咧都係大致暢順。琴日夜晚係10点左右咧，同事咧已經喺呢一個交通中心咧開始係努力工作，咁一直咧係運作到今朝嘅。咁喺呢度咧就多謝喺中心裏邊嘅各位同事。聽日係會挑戰大啲，因為聽日咧就翻學啊或者翻工啊嘅運輸咧都會係會第一次係用我哋嘅新嘅隧道同埋連接路，亦都會係第一次真正大量嘅交通咧係會免費去使用將軍澳隧道啦。咁所以聽日咧就我哋會有大量嘅同事喺度喺中心裏邊咧係睇住嘅情況，亦都會有兩間巴士公司嘅人員咧喺度咧係按住實際情況咧處理。如果係出現任何問題咧，希望係盡快去解決嘅。